你不要拍呢，你叫我拍，你不要拍，你要 B box 一段哈。没有，像就不会了。你要在唱歌，你刚刚在唱歌。你先让我想一下嘛，因为我有点害羞，我长太帅了。你天生不害羞点，怎么会害羞？不要拍人家脚呢，你不要拍我脚，我脚很干净的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好，多一点认真，快点。没有了，就这样而已。我害羞。哎、我很久没有了，好几年，快点。好几年哦。对啊。不要吝啬，快点。害羞嘛，赶快！不要拍人家脚嘛！你不给我拍嘴巴，你怎么拍你脚？干嘛拍我脚？脚很漂亮吗？文姐，你爸爸在台东可以看。重来，刚刚前面卡车那边经过没听到声音，在前面刚那一段。什么一段？就卡车不是过去那一段，前面那个。那个再帮我示范一下，那个快点。舌头抖音那个，什么声音？对，什么抖音？就是刚刚那个，快点！我要拍特写，快点。这下吗？哦，你说什么？刚刚？快点！你说什么的？啊，练的，练的。你怎么练的？我很帅哈，我已经练很久了，你懂吗？我这都。那时候你不是拍我吗？嗯。那时候播一下三年级，就练到现在啊。哦。对吧？那个。啊！灯太亮了，哎呀。唱歌，你很爱唱歌，唱一小段一小段。不会唱歌啦，但是懂的。你妈妈打两通给你了。唱一段什么？都可以，随便。龙选一下，张学友的。张学友。哦，咖啡。啊，咖啡比较不会。滚别好了。哎。不会。太老了啦！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。我不会唱啊，轻一点啊！我会唱那个那个什么了，心如刀割，怎么唱喽？心如刀割怎么唱？我是真的为你爱了。哭了。你是真的跟他走了，能给的我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输了，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哎，你像爸
哦，吻别来吻别。大家好，我们来把比比。不打是比比。大哥，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德莫黑不不熟。德莫黑不不熟。哎，好，蛮快速罢了，谢谢啊。我唱我们直接副歌，我和你吻别，没开始。我和你吻别，在无人的夜。不要挡脸，认真。我不会唱了。那随便你会唱的，快点。来，你唱点一首歌，秀一段。周杰伦的，好，随便。周杰伦的。周杰伦、陶喆、王力宏、林俊。我只能永远独自对白，阻止我对你的伤害。你感动不了我，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。我睁开双眼看透对白，我忘记你对我的期待，读完了依赖，我很快就离开。好，黄志明的我们帅那个击败人，击败人。你是超级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？你用又说那个鱼的话叫嘎巴，嘎巴乌德斯，嘎巴乌德斯，那就是鱼啊。嘎巴是鱼什么？哎，如果有那个套子的这个形容词，这个字吗？套子？没有，好像没听过呢。那那个打手枪怎么讲？自卫。米巴乌德斯。啊？米巴乌德斯。米巴乌德斯。米巴乌德斯。什么巴乌德斯？好，打篮球。那个如果说口交要怎么讲？我们都得是，那是干是嘴巴吃啊，但是哦，那女生的要叫一个鼻子，鼻子点鼻子是舔那个舔那个、啊，那个如果说他有那个卫生安全宣导哈、做爱要全程使用保险套，德鲁古话怎么翻？哦，那现在木多会有阿德斯卡巴萨，对啊。好，讲那个男生很猛，很猛怎么讲？对不对？啊？哎不了，对呀不了。哎，厉害的意思。哦。如果说那个如果说那个男生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对不了，怎么回事？哦。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德布拉德莫皮做爱很厉害，怎么讲？德布拉德莫皮蛋。好，不唱，你叫我点了。那你林俊杰的歌嘞？林俊杰，对，随便，你会唱的。林俊杰唱什么歌？都可以。他说，背对背拥抱。我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，你在一直向前逃，旧账总翻不完。哎，前面小路线，来，快点。什么？继续把那个唱完。旧账总算不完，谁能知道？你的双手甩开干后的美如，让我掌握在燃烧。爱了爱了，我的心又何必拥抱？你是我，怎么这么小？你妈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？德鲁古话口头禅。哔哔。他是头上的这 BB， 一 B， 哎，妈，还有什么？
屁屁。好，想玩。OK， 我们去日本玩。好。让我喝一口，米酒，一点点就好。不行啊，你别喝了。我是别人。再一手，快点。好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少困他。反正爱了我的心，又何必为忘了你？在最温暖的夜里。哎，你唱他，他来帮你 B-box。B-box 也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唱，他用 B-box 帮你配。就是就是说的话，就是这情况，我现在这这这这。厉害呢！我们老跳下去，我给他看。给我，不行，我没有办法多转呢。你让他们进来，你想，他只是拍人家脚麻的。你跟你哥哥合体，快点！哎呀，会不会 B-box？ 过来，不要搞底气了。天哪！要跟哥哥学。他这个 B-box 1000块呢，1000块呢。好呢，那也不给钱。怎么样？你这30块干嘛的？15块啊！鼓掌啊，周瑞龙！瑞龙，刚刚那个喉咙是你吗？对，瑞龙。那个呢？那个呢？真的假的？啊，去吧，嘿。真的假的？刚。哎，你不要把人家玻璃弄破哦。那干嘛？对。你下面。榜啊！弟弟。榜啊！弟弟。李弟是什么？比比。哦，那个，哦好。还有我，开始，用力是，用力。我输了。快点，全身力量，快点，你再开始。你别拉我，是我拉你。你没喝酒，又了。快点。再唱一首歌。我没有力。再一次。再 B-box 一首。你唱一首歌，他来帮你合，快点，随便。唱一首最强的。李圣杰可以吗？李圣杰，李圣杰哪一首我最不唱？哦，痴心绝对。哦，会啊。切割，切割。你唱他来和，用 B-box 舌音。用你唱一首歌。对。你 B-box 舌音。就让为你切割。这个是很像我心里过去这多么适合，就是这音乐的伴奏，三角神经的压力，忘记了。我会记得你曾是我。那个张惠妹跟那个张惠妹有一首《我像彩虹》改编的。张惠跟那个合唱的谁？张雨生。你是超级棒。如果有些女孩子说跟男朋友每天都会跟我要那个怎么讲？啊？有女孩子说我的男朋友每天都会跟我要，要怎么讲？你是比较什么？老婆，男朋友是老婆。
师讲没杀敌了，嗯，没杀敌气啊。那个有时候我觉得可能男生太猛了，女生受不了，那个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就是做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太猛，你比他受不了，你比多少的？不行，你比多少就是撑不住。嗯，那个很持久，怎么讲？夹干巴的，夹干巴的，夹干巴的，夹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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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的。那个，讲讲那个很猛，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。嗯，不拉回来，不拉，不拉是，对，不拉是力量之地。对啊，力量，不拉回来，巴的就是，是全身上有力量的。用台语帮我翻译哈。好。就是那个《大威龙王》或者是《邦卡》里面哈，他们有些生气哈。他那个闽南语比较通俗的是“干干你娘”，那个要怎么翻成？翻译成什么？他们不服输。他们服不服？那个。靠北就是指哭爸爸哈，靠北要怎么办？人民是大马，啊，人民是大马，哭怎么讲？人民是，啊，人民是，人民是，嗯，然后那个靠腰怎么讲？腰就是肚子饿，哭肚子饿，靠腰，哭肚子饿，嗯，对，哦，人民是饿了，那个。超级白要怎么翻？跟我们去那吧。你看，那个画沙小怎么讲？那画沙小。马六单手。那画沙小。马六单手。那画沙小。马六单手。我最深爱的人，伤我自己最深。杨老师，杨老师，你有没有电拿出来？你手机没有电，充满了。你没有网路？有啊。龙龙最爱的人是谁？买菜是那个彩虹，彩虹。龙龙最爱的人是谁？抽你烟哦。这人哦，这个人除你除了他以外，其他还可以。是会员，有的人很厉害，会员。我录而已。你没有学吗？你想不要跟没有礼貌的，你家录你是很好的。你讲话怎么像那个奥巴马讲话呢？流浪的孤寡的。辛苦了，我。你的发票呢？没有了。不要找人家麻烦，你这奇怪。你不对，你不好吗？亲了吗？三次掉了。手机那么小声哦啊！听不到吗？三次掉了没有？好了，是我的。唱一首歌叫。啊。你给我滚！闭嘴！闭嘴！滚！闭嘴！你也电啊，要看镜头，你不要那个眼睛都飘来飘去。怎么大赴远方，我心也大，我一路尘土如今无非呀，那拉给我路一朵呀呀呀，哈嘞看那拉给我路不到一个到一个，不是别人就是我们，从陌生变成这关于爱我的无奈。去了，你爸前天来找你呢，你去哪里前天？我不知道，我还帮你爸爸找你呢，你还不傻瓜了你？你去哪里？失踪，导失踪。先起来换位置，看他。给我的喇叭，要是你喜欢就打开嘴巴。给我的喇叭。
叫合唱啦，请我三十吗？这可能还有你给你看，你寂寞的拍完谱，可是木的 A 的，可是木的 A 的，你看那夫妇要么要么那么那的。我买饮料，一饮料给他，一饮料给他，绿茶，二十二给你，啊，哎，看车子。你曾季节白的窗，是你倾诉的地方。忘记了，谢谢。我讲啊，就对了。这种什么歌？等一下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我回来那个不会唱。我会唱。周杰伦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周杰伦呢？给他闻掉了。我还没有开始唱呢。我全身都湿了。我不会过来，你们来。啊，弟弟。啊，弟弟。很好听，怎么讲？很好听。哎呀，是猪嘎。猪嘎。哎，猪嘎。猪嘎不是。哇，这是弟弟。哎呀，是猪嘎。哇，这是弟弟。哎呀，是猪嘎。哇，这是皮皮，哎呀，这是猪嘎！哇，这是皮皮，哎呀，这是猪嘎！猪嘎，哎，猪嘎，猪嘎不是。哇，这是皮皮。哦，好。是。重来那个阿威，那个重来。我一万八千。正。哎。都慢半拍了，不要了。因为你这边我也会。那个喇叭是最大声的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电啊，旁边有车子。先听我老嫂吧。有些事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。你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只滑板鞋，一头的松鼠是否跳舞肯定吧？啊，这城市我所有街头都没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，只会给我打几几天。认真了一两没有发现，一个月后我去一个城市，这里人们为马为你自己读，时间的很快，夜幕将要降临，现在我必须要离开。当时我就是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。真是人心时尚，时尚对时尚，回家路上我只有不停摩擦，摩擦摩，在这光滑地上摩擦。你是超级吗？来问一下哈，那个等路古话哈。听得到吗？大声一点啊！那我来问健康教育哈，那个德鲁古话，男生的器官里面，不打死，女生的呢？比比。好，那个男生的精子怎么讲？那叫 hold down 啊 ，hold down，hol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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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wn。那个女生的月经怎么讲？打了比比。啊，打了比比，打了比比。那个男生勃起怎么讲？还有的啊，树，个树，树，树。那个什么射精怎么讲？什么那的？啊，什么 hold 的？射什么？什么？嗯 ，hold 的。嗯 ，hold 的是什么？嗯，精子。哦，那睾丸怎么讲 ？Bottom。那个乳房怎么讲？乳房。那个乳头呢？小朋友要吸奶的乳头。乌诺嘟诺，乌诺嘟诺。那个乳汁怎么讲 ？Bio 啊 ，Bio，Bio。嗯。那个阴毛怎么讲？阴毛你是指男性？都是男性，男性叫 Vulvas， Vulvas。女性叫 Vulva BB， Vulva BB。那个腋毛怎么讲？嗯，那个不知道，没听过。
那个男女行周公之礼哈，就是男女结合要这么好。摩擦，在这光滑地上摩擦。一步一步什么鬼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，哦，一步两步摩擦，一步一步什么鬼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。月光下，我看到自己的森林，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，比比。够了没有？够了，干到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啊，我打边啊！回不到过去，渐渐都忘记。看我，那是谁？突然又想起，滴答滴答，念起天真的你，滴答滴答，那是昨天带着我听。换了这个。男生，我不要理他们。来，我们请真的对着最后一个来比。来，预备，请起个阵。昨天的旅行，每次的学校，连成绩的课桌椅，走到上等待他走过去。这个学校门口。人生跟谁在想起，不记得微笑却好欢喜，可是总会消失，滴答滴答在传，那是爱的讯息，仔细听，可是从我温柔的眼睛变少的日记。好，我爱人啊，什么爱人的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。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虾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。我是太巴郎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很白啊，白才帅。撑开，别动。你真的很白。你有吃槟榔？没有。那个，你亲女朋友都用哪几种水型？哎呀，你这个。来，一、二。这样子。垃圾呢？就这样啊。垃圾都什么了？垃圾什么？舌吻的时候。哦，我没舌吻。嗯，我不会舌吻。在选择性说谎，我会说谎吗？观众们，你们听，我不会看我这样的，我不会说谎。对啊，我不会说谎啊。现在女朋友没有其他的女朋友了？没有，就一个。我没那么花啦。有小五、小六吗？在。什么小五、小六？不要笑我的名字，你没有礼貌啊。谁小五、小六？我过。好，你把那个头套拿掉。你已经忘，你已经忘记的话，我马上唱给你听。人生后不再回头。没有，镜头在那边。有孤独，谁料到？恭喜你来，恭喜你拍照。
一层一层的梦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不是，快点，小哥。好好好，那你就走过来，正常走过来就好了。要排舞啊！走最快。哎，这是这边叫什么？哈什么？哈龟，哈龟，哈龟。这边哎，卡拉。哦，卡拉伊普斯哈。卡拉伊普斯。哎。好，那保险套这个产品的鲁古话怎么形容？我这套刚刚送的你。他把高速的保护着你，他过去阿乌内姐姐，弄的他过阿乌内说，没得哎，那么长，他过阿乌内说哎，弄我，说过来说，啊，我听我的话你啊，不过你没得，可以怎么讲？我过弄的他过年轻的，我要抱起来嘛。那简短的怎么讲？啊，帮我翻译一次，保险套怎么写讲？保险套，如果用个，如果用个，不得什么？如果用个，不得什么？还是人性的。嘛，还是人性的。人性的。还是保护是的。嘛，那不得。呀，你打死那个。还是保护是的。这一句话打死那个，也不得打死。勒布伊是包的意思。勒布伊是包的意思吗？啊，勒布伊是包，对。勒布伊乌达斯。哎，勒布伊乌达斯，乌达斯乌达斯。我们这边讲。啊？勒布伊个达斯呢？勒布伊个娘哦。行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个比较是叫老的那个嘛，因为个娘我还是包五也是的。哦。因为个娘我呢还是包五也是的。哦，好。嗯。红棍。